一毛多一条，一毛多一条，这款银丝抹布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一毛多一条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 9.9 啊给咱发30条的银丝抹布了。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7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拿出200单做福利啊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，卷到了 8.8 给咱发30条。另外呢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5.8啊给咱发30条银丝抹布。家人们啊，不要再用传统的钢丝球去刷锅刷碗了，坚硬刮手掉碎屑啊，而且呢还有划痕，非常的不安全。咱现在呢可以换成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啊，它呢非常的柔软啊，而且呢不抽丝还不断丝啊，四周呢还有一个包边的设计，特别安全，特别好用。像咱平常呢清洗个餐具了，清洗个厨房用具了，清洗个瓜果蔬菜了，咱擦个灶台了，擦个油烟机了，都是不在话下。并且呢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啊，可不像那个钢丝球一样会藏污纳垢有异味，咱家这款银丝抹布呢使用之后呢稍微拿清水一冲洗一晾晒啊，就特别干净，不会说存在藏污纳垢有异味的情况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太合适了， 9.9 不要， 8.8 不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 5.8 给咱发30条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啊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是 5.8 给咱发30条的话啊，咱赶紧去安排。